哦，大家好，今天星期五，bad news，你期望星期五能够通过你这个治愈方案，到现在没达成任何协议啊，这个而且分歧越来越大，民主党、共和党的分歧越来越大，所以呢，这个让人非常失望啊，非常非常的失望，所以啊，就寄希望于这个下个星期了。下个星期如果国会不通过的话，总统说他自己会采取一个强制性的命令，你会这个采取行动。看一下今天这个 unemployment claim were announced by the Labor Department early today on Thursday, and weekly jobless claim is the lowest level of the pandemic era。失业率呢，现在是降低到最低了1.186，1.186万。这个 jobless，which were well below Wall Street expectation，比我们期望的要低很多。Economists surveyed by Dow Jones had been looking for 1.42，140万的失业，比我们想象的多，说明我们工作是有返回的。represent a drop of 249,000 claims，OK，大概有25万的一个下降说明有的人失去工作了。The IRS will begin sending out 500 economic impact payment amount for individuals who may not have received all that were being eligible for, and household can expect to receive extra cash with the coming week. The IRS will automatically issue additional $500 EIP per qualified child to affect individuals in early August for those who used for non-farm tours before May 17, 2020. 所以17岁以下每个$400，但许多人没有得到正确的金额，因为该机构需要从一些人去获得一些这个信息美国国税局要开始发放$500的经济这个补偿金，用于那些没有得到符合资格的全部补偿的这个个人。家庭有望在未来几周收到这笔现金。该机构在最新的指导文件中写道，美国国税局将在8月初自动向那些在5月17号之前使用非申报工具，就是说很多年没有申报报税的这种人，可以通过一个叫做 non-farm 的一个 portal 把这信息输进去。所以呢，这个不管怎么样，就1,200美金的这个是应该是很快会收到的。It's a petition discarding national job reporting for July, coming on Friday, and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yment protection plan for small business loan over weekend。令人非常沮丧的这个。国家周五就业报告七月来呢，这个和到期付款保护计划的小型企业迫在眉睫的上升。这个立法和白宫官员周四晚上结束了3个小时的谈判，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由于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有望达成协议，所以美国财政部长斯蒂芬·穆纽奇表示，预计谈判者将在周五通过电话联系，以确定是否值得进行更多的当面会谈。然后，白宫的这个 Chief Staff Mark Meadows 在会议结束后表示，在达成可以签署成为法律的协议方面，我们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他还说，我们愿意继续参与，但我可以告诉你，分歧仍然很大。共和党参议员Royal 说："我本来希望，也许你在周五之后就不会再打电话了，因为那我们就达成了协议。"他解释说："我确实认为，在某些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决定，我们要做还是不做啊等等。"所以呢，这个希望这个。非常让大家失望啊！你现在又在禁止什么？
这个抖音啊，什么微信啊，这个抖音微信一进的话，对我们华人的影响非常大的。现在白宫和民主党必须决定如何推进。现在问题上拖在民主党方面，最终他们是否能够达成协议？民主党认为呢，他认为我们需要这3.44兆亿、34000亿的一个资金，很明显这个太高啊。600块钱继续发放，这个很明显，这个都是不对的。共和党呢，他们的要求呢，这是一个1兆亿、1万亿的一个资金，所以在金额方面存在很大的这个分歧。或者特朗普呢，是否会采取行政命令啊？这个梅纽提表示，他们将与总统进行磋商，并在周五通过电话讨论，看看再次面对面的会晤是否有意义。梅纽提解释了美国国会啊，美国公众希望采取行动，这个因为很多人现在没钱用啊，没钱用了，这个协议没通过，所以这个大家肯定这个会影响大选，绝对会影响大选。会结束以后呢，Nancy Pelosi 很不高兴，因为这个民主党他们给的太高啊，并指责共和党没有达成协议。他说很明显，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大事，我们应该以两党一致的方式来做，就像我们做其他所有法案一样。他解释说，共和党人一开始并没有认真对待病毒，现在他们也没有认真对待病毒带来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很难达成共识。然后他继续说，我们相距很远，这是非常不幸的。他说，最终这次晚上的会议，这位四位高官11天来第9次会议，而且他们没有达成啊这个协议。所以呢，这个今天呢是一个非常让人失望的一天。今天早上起来以后一看，这个微信呢，这个特朗普要禁止这个抖音和微信啊，这个微信一禁用的话，那对我们影响太大。所以说呢，这个据说啊，它不是100%的全部禁止，可能对有一些言行啊什么的要注意一下。估计要全部禁止的话，这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这个形势很不好啊，就所以八月份呢应该，就看下个星期了。如果下个星期再没有新的活动，也没新的动向的话，那把这个下半年的日子就很难过了。这个美国人没钱，手上没钱，所以这个很困难。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这种制度啊，有时候呢有好处，有时候也不好处。你像这个中国，我们一个人这个一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但在美国的话，三权分立，确实有时候事情呢太拖啊，你这个党同意，那个党不同意，所以这个来回折腾很久。这次呢，这个如果下个星期再达不成任何协议的话，那真正的美国人会苦日子马上会到了，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对大选很不好。如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就对总统的影响，选举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期望看下个星期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再多多关注啊。目前非常让人失望，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啊。在过去9到10天中啊，这个讨论开了9次会、10次会都无所谓，没有达成协议啊，所以呢，这个对我们影响非常大。OK， 就这样，今天啊，下星期再见。Thank you.